拌面吃多了，奶奶。这今天这个拌面，我跟你讲是，最贵的一顿拌面。还有菌类的味道呢。就第一次吃吧。像不像羊肚子？你看，俺还真第一次吃。哎，在这长大这么多年了。今天天气是真的好啊，可惜了，那么美好的八月啊，对不对？咋办嘛？勾勒一个羊肚菌嘛，羊肚菌那么和肉在一块吃，一个豆角把它这个嫩豆角把它切成斜角，少放点肉，豆角这个鸭子费油嘛。哎呀，这两天忙的好好没吃，这就不放了吧？这闲的吧，你吃了一下，哎呀，啥不吃了嘛？那两天忙的人就过几天，你让这对面还就不住一块了。哎呀，那空气太哎呀，你不是天天要求岁月静好的吗？你这人静好了，你还不适应是吧？岁月是好了，空气不太好了，哎呀，肠胃太好了。对，还羊肚菌斑点，还有啥斑点？牛肚菌一个。哎，你不管咱们得把自己照顾好呀，就是照顾好了才能更好的那个啥东西啊。你哦，自己都不照顾，这两天不过是菜也多啊。那个阿舅给阿舅再送上点菜，这邻居周围谁要菜的上来折来。这就是今天的主角羊肚菌，有点吃痛快一点，一皮皮二行了。确实看着像肚子啊。对，都漂亮嘛，漂亮的漂亮，它不是一般的漂亮。这其实炖个鸡也没好，那当然，鲜味。这羊肚菌拌面才是绝的，你看着，奶奶吃了你就知道了。油淡淡的香味有呢。奶奶，咱们都不把这个水不要浪费了，炒的时候旋水的时候就把这个旋上啊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它就是咱们毫无保留的把它的上宝贝上的东西全部用上了，全部吃上。你看，没，羊肚菌拌面菜一样道理啊。先把肉炒香，然后放辣椒这些辅料，最后放羊肚菌。要不然羊肚菌见油的话，它的嫩的鲜味儿呀，嫩度它就不够了。然后把这个汤加上点就行了，这泡羊肚菌的汤。我妈这面不好看，她不让我拍，你知道吗？这面本着不浪费的原则，这是昨天包饺子的面，所以我们不浪费，老百姓嘛。这面不好看就不好看呗，是吧？体谅一下。面好了。哼。面少了。少了。你看你的面，你看奶奶，你拿个勺子，专业了啊，这样子。这菜可是尝尝，你少喝点。今天我跟你讲，这顿饭看着简单，可是价值不菲啊！这羊肚菌现在这是个是啥东西？一百克几百块的。对啊，你豆角不但可以蒸着吃，还可以啥吃呢？水拌豆角。这饭都在咱们新疆都是最高级别的东西了。奶奶哥，你多吃点，哥，这是好东西啊！这是给你妹妹留的，没留，这因为这个原因留不住了。你多吃点。香啊，真香！这个东西特产东西，它就，真好吃。它贵，它就有它贵的意义呢。这东西真好吃哎！我刚才吃到了，敢放嘴巴里，你吃真香哎！当时我下肚子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在美食面前不能让，知道吧？我们小时候就说，谁吃得快，为啥我们吃饭这么快？谁吃得快多吃点，知道吧？对，妈妈是喜欢，儿子是喜欢的。你两口吃上，给儿子留个两口。孙子反正不在嘛。儿子在呀。我就多吃两口，带我孙子吃的。有时间的话。一到这一定要到新疆来尝尝美食。那天那个山东青岛那个是来说啥，到了新疆后，到了百世峰以后，能坐在那喝一杯茶都感觉到哦呦太舒服了，太震撼了。哎呀，坐了一个小时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新疆的好山好水美食确实是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欢迎大家来，物产丰富是吧？对，
完美的一天，吃个羊肚菌拌面也算奢侈的一天啊，最奢侈的拌面，呵呵，好好吃那面，再别想给你送丢了啊。完美的一天。吃饭还想了孙子了呗？嗯，你想。好多孙子没吃。你孙子也吃，你孙子也，你孙子吃不明白啊。嗯。完美的一天。明白，放嘴巴香的很。嗯，香的很，吃。